还差一位兄弟呢。兔子换号去了。OK OK。开房间了吗？开了呀，房间已经开好了。我几点开始啊？七点开始。七点。七点开始，差不多了呀。可能再搞一把长镜，搞把房主，先出来吧，先互相加个好友，一会儿拉一下，再说接近房间号的，接近房间号的那就，万一好友拉错了。换一套好看的衣服，有延迟啊，兄弟们！来一套冰雪女王，这个号好像没有木乃伊哦。这个号玩到木乃伊的时候就没有冲了，刚好是的。好像刚好玩到木乃伊那个时候就没有玩了他。那就冰雪女王吧。进房间吧，都50多了。五十了，进房间吧，进房间吧。嗯嗯，你把那个房间号密码发到那个。OK OK， 我发一下。嗯嗯嗯。那我得穿个怂点的衣服。怂点的，我们直接穿小吉利算了，怂一点。我把我的小吉利保存一下，别急啊。哎，我也得保存一下，我这圈直接穿小吉利吧，真的，说实话。啊，穿这个太张扬要被锤是吧？啊，穿的太张扬要被锤是不是？是怕穿的太那个了。嗯，穿的太妖娆容易被锤啊。我保存了。容易被抓着打，好像是这样吗？那我穿低调一点。走吧，进房间吧，兄弟们。小吉利，进房了。我们在哪个队啊？我们在多少队啊？进房。我们在五号坑，啊。
那我放这儿吧，把汤头倒了吗？我们不要汤头。嗯嗯嗯，好好。哇，谢谢谢谢力哥的冰雪摩天轮、糖果摩天轮，还有战神铠甲，谢谢谢谢力哥。我们在五队是吗？我都不知道几队了。对对对，五颗五颗，咱们五队。我现在在三队呢。这些战神度都来了。哎，这个下面那个谁谁谁 RR 谁谁不是被我们搞死过吗？是啊。鱼化斗鱼的吧，都听过。迷路迷路迷了路。TRS 是什么队呀、啊？火星人。抖音 VV。他知道。顺势是什么 ？UC 是啥呀？抖音火星人，抖音组的人。UC 不知道。刚才俯身他们这一队就跟那个火星人这一队打撞车站点的启航抖音小陈启航抖音启航这不是那个谁吗头就吴迪阳那一队航哥吴迪阳弟弟那一队斗鱼彩陈都不认识啊这些偶像哦，这个是那个谁玩抖音的那个佩佩，好像是，挺屌的这个。电竞模式。电竞模式吗？对呀。电竞模式是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没有浮苗。真的假的？真的，真的，骗你干嘛？你点了吗？电竞模式都没有浮动瞄准。对啊，全部人都没有。我靠，我没打过没有浮苗，有什么差距啊？就远点抽吧，有点差距呗。就是你今年可能被马枪。远点抽吧，没啥区别。远点你今年就是双米开外之后浮苗怎么？温柔也 KK， 这是能 KK 吗？对啊。哪个 KK 呀？梦儿对象？不是吧？不是那个 KK。我还以为是那个 KK 呢，我想我都、哎、叫 KK 的人太多了。是啊，这之前 PC 的那个 KK。嗯。这全部顶着 S1 的他，绝了。加油啊兄弟们啊，多交流就行，近点用雷破就行，不用跟那个对枪，反正也没浮苗，直接用雷炸他就完事了。多点手雷，打个60个烟左右，把手雷也打个18个我就手雷破点就完事了。对枪太有风险了，容易被出去就被抽，出去就被抽。无聊，这个无聊是谁啊？我记得这个无聊是有 logo 呀，这是谁呀？记不清了。哪个无聊？反正是我们群里的，就这个12号队伍里的无聊，有斗鱼 logo， 谁记得有这个？我不知道叫谁，反正是我们群里的。超仔九队林墨他们那队吗？好像是。我们超载羽化噔噔太质量了噔噔噔噔噔噔很质量的、哎、很质量的这
这个比追猎杯牛逼多了，真的，说实话。这个追猎杯都没这个质量，堪比猛男杯啊！我感觉这个比猛男杯还顶啊！哎，没猛男杯还要猛一些。我感觉没有。不，真的真的，猛男杯还要猛一些。这个房间他们要的太离谱了。总参杯好眼熟啊，是谁的号来着？谁呀、啊？我忘了叫谁了。斗鱼已经全部是我们这边了，全部卖是死的。我们自己队几个队？一二三四，四个队伍吗？嗯，什么苍蝇都来了呀？哪里啊？那个八号队伍。那老挂逼了，那不是他牵引吧？我不知道，是他，怎么不是？就是他，老挂杯了。对啊，刚才带了个透抓人，他队友带个透。说不说，牵引哥的黑料我还是有一点的。他我反正我看过好几次他被带货，我也跟他那个他那个对象前 CP 前对象那个吃软饭兄弟们。H 俱乐部居然有两队，这个房间里，归解说，谁解说啊？一月说个这个东西啊，他喵的，我鼠标快没电刚换了电池又没电，20个这个乱打。这79个人在等哪一位少爷？不知道等哪位少爷。他什么？不知道。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跳哪儿？跳哪儿？怎么转？航线左边野区首选是那种打车队的，肯定会去那边，很多人都会跟我们想的一样的，跟你说，然后他们就会跳航线上的旁边的小野区。那是怎么转呀？主要是我们去哪儿，右手顶多就一个城里面，右边的城刘若城旁边顶多就两队人，你不能说去大河小河吧？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肯定不去大河小河。各位特种兵请准备，你要去哪儿呀？选个点，直接外城吧。外城吗？外城肯定不行兄弟。那你说去哪儿？难不成去这找车啊？这找车有人的，
肯定有人的。倒车的话，我建议来这儿。你要是往左边转的话，我建议来这边拿车，或者有人单飞来这边拿车。然后我们要分头拿车的。你要往这儿转的话，你就去上城区。你要可以盯着八栋或者是。这就是微信区的比赛啊，全是飞机。可以吃监狱和防空洞，你们说？可以吃监狱和防空洞？可以啊，监狱。那我可以防空洞了，我落防空洞了啊。可以可以，右边的点位基本没什么人选的，因为都在航舰旁边。嗯，还是有一堆，有两个。有人斜飞，有人斜飞。有人往下坠的。有四个。他们也去监狱了，好像。那就走呗。只能打一下呀、啊，走吗？走的话，L 城也可以啊。L 城好像没人飞啊。前方有危险。这两个人落哪了吧？将臣，你那里倒车。将臣，我们都走了，我操！没事，他不来。他来了，他你头顶上。有一个去监狱了。有两个啊，你头顶上有两个。监狱了。我防空洞这边有人。我 L 城没人啊。哎，没撞到。我操，好卡！我操，落地卡了，你们卡不卡？我在这转圈圈呢。嗯嗯。我操，就离谱了。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呀。你上车啊？能不能上车？没有，我刚才得卡闪呢。我操，我好卡呀，门都开不了。我今年有人。我走了。接一下，接一下兔子。接我兔子。我知道。我操！我现在才反应过来，我刚才在一直在你开门，你知道吗？我在这儿开门呢，开了半天。开快了，走。我操！你还变个车，你牛逼啊！我操！怎么这么卡？我开不动了。人多就是卡呀，定力模式就这样，定力模式顶多给你来个。没，微信区卡一些 ，QQ 区还好。我这里有物资。你要不要把后面蹦蹦拿了？我刚刚有个蹦蹦，我们把这野区吃了。可以啊，不是 L 城没人的吧 ？L 城好像没看到，你们可以去看看。嗯，你们刚刚不是往这边飞的吗？没看到闪飞的，没看到闪飞。他拿我的蹦蹦。我操！我的严师傅死了。往左边大转一点，兔子，小心他出来打你。好。杨芳有人吗？有没有看到人？杨芳不知道。哎，我跟你讲，这有人的，这个那个什么大教堂那有人的，大教堂，后面的大就是那个教堂啊，就离我们的。我楼上有点二级响。大三还是教堂？我二级烫了。我这里有。我也可以打反击了。我操，巨卡！抱团走，等我出事了可以帮的。哎，抢团这一队。严师傅这一队过去拉了呀，少三个。哎，他们这个点位有问题啊，因为他们主打沙漠的，他们不怕，肯定跳的点位有问题。我的车没油了，你们有油吗？将台有没有油？我没有油，没捡到哦。那里面艾洛森没有人是吧？没人，我们没人，没人，没人。不要直撞，不要直撞，直撞的话。你撞一下。可能有会出事的。我先把我的，我只能跟你做一个车。行，我先把我的尸体弄一下。第一次我退下来之后，不打职业之后，第一次打这么质量的房间。他这是不是开物资了呀？我的人头是假的。我也是二号家。稍微开了一点点。要扩容吗？空我不要了，别了，多拉辆车啊！有了，走了，将军，走吧。你带我去右上去空了辆车，咱们走 S 他旁边走了，直接进圈了。你要去左边空车是吗？去。不是走右手，我很穷的，我现在很穷的。我知道呀，我们慢慢说，说右边也去啊，右边小野区没人跟我们抢。把轿子空了。我去，我感觉我可以去艾欧城，那个啥。艾欧城这么老肥了，不过来。对啊，
我现在两把枪都缺，一把迷你，一个喷子。嗯，有什么 UMA PAK 什么乱枪标一下点就好了。OK 啊，就十根呢。我这里有物资。开五次。我这里有物资。三级包十根。开了一点，没开多少。稍微死了。他们这一队都死了。我这边都没东西。叫这个个咖啡厅有 M 四。嗯，拿死大了。我只缺直缺啊。小鹿要不要吃直？可以带一个，我现在没有握棒。有5.56枪狗标枪，没有没有没有。有标那个咖啡厅啊，咖啡厅咖啡厅咖啡厅 M 四。M762，那是毒的来的这么快啊！电竞模式刷的快啊！电竞模式是不是跟就桌子上摆着呢？哪里哪里？咖啡厅桌子上。餐厅餐厅。好的。差不多可以走了，那2000米的毒特。没有二级头，有二级头标一下啊！我这里有物资。嗯，现在我这延迟110多万，我是什么卡吗？嗯，我那刚才落地看哥的哥转圈圈。M 四屁股要不要？就被抓了。嗯、我这里有物资。M 四屁股，我有了。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差不多了，没有背劲儿啊，缺个二级头。进吧，进吧。就从 S 从那边大马路走。我这里有物资。OK OK。反正走上半身，北方向走，北方向走嘛，走北方向撤退的。多个快货跟垂直，地上地上。来来来，垂直给我。先走吧，从北。走啊，走。给清风拿下那辆蹦蹦，我这个爆头技术。哎，这是山蹦子啊。这车库没车。它不显示、啊、那个东西的，你自己注意一下。不显示枪标吗？什么？哦，不显示信标。枪标那个桌布。信标不显示的，给你们自己把控。看到没有辅助？那不是有红色蹦蹦吗？那、哎、我红蹦蹦看哪去了？我这边被收了。就在甲库那里夹着呢。没有油，有点烦呀。我有2桶油，没事。算了，我拿蹦蹦吧，我这里有蹦蹦。蹦蹦容易掉胎。没办法了呀。拿，就你先拿蹦蹦吧。这种一格直接打，直接打药。我这圈刷的好快。嗯，还1分钟又刷了，圈很快的。我这节奏好快哦，这么小的枪。就是节奏很快的呀。肯定得走了呀。3500米，走下往下转吧，下面只能往下转，往上转要出事了，兄弟，没地方走了。从哪儿走啊？有个大概路标吗？走 P 城旁边，就随便走，堵里随便走，没人给你堵你的，你就随便走，有人就看呗，看着走。我就一瓶止痛药都喝了，就剩3瓶饮料了。赶紧转。我也只有一瓶止痛。有人抽你，你也别管他吧。他们是被这些被逼的圈里都被卡了那种，被扫车的这些人，能被打下来就是被扫车，那这些都被扫车的。那、哎、你说他们还在开直播吗？这些人？肯定开啊，有延迟，打经典了姐，我得打药了，传电有问题姐，走啊，继续进啊，直接到圈里站点是吧？
对，就下半路。我靠，车都快没油了。车油很快就会用光的，注意点。我的药已经打光了，我得赶紧进圈。哇，我都飞起来了，兄弟。看不到你图标都。没事没事，我在前面看就行，全事了。往下转，走下面，走下面。西海岸是最容易进圈的，然后也是容易被踩点的。这个圈它应该会往西海岸刷的。掉人还是比较快的。很快的呀。没地方站呀，主要是八十个人呀，打架很容易打起来的。能踩一次就踩一次，咱们先别乱动。得先停下来打个药了，我车没油了，我开不了了。我车还有、一点油都没了吗？没了没了，一点都没了。小路去接一下吧，我给你加油。小路车要不要加油啊？要啊，给我一桶。等一下，我在家着呢，我现在加给不了，等一下马上。谢谢。谁有小药分我一瓶？没有，我有小药，我来来，丢个扩容，没什么投掷物，一个雷，两个烟，两瓶火，俩雷仨火仨烟我们往前面铺踩一下吗？哇，谢谢尼哥的童话城堡，谢谢尼哥，你扎远了，打不过去的，感谢尼哥的童话城堡，别管啊，就扎那个点。没人没人，这旁边的大黄区不搭吗？可以拿呀。隔壁有，这边双方有人，赶紧摸一下，摸瓶饮料给我。我也要摸一下，我太穷了。我靠，你们上那边去，我傻了。就怕那个黄区有人。我回来，我不要那个点了，我回来。主要是这个点位很难出车、点位。哦，你说刚才一起扎双防是吧？不是，那就一起扎。咱们屁股，刚刚我待的那个坑的那个防区好出车。我是为了来这个收两瓶饮料的，没饮料。没事没事。有了吗？抱团走就行。有了。送个止痛药，现在抱团走就好了。不要被到时候抓的，你说突然四个人顶你防区，你走都走不了，他们就支援不到位，让他们打就行了。虽然说物资上面可能有点缺点东西，但正面打架还是不虚的呀。双方的应该走了，应该他应该单踩的，我感觉。放枪的，听到车间放枪。那他们就是在击阵咯。手有点冷。阿爷怎么死的？他说他人在 L 楼，魂在宿舍楼死了。卡死的。跟我一样，就跟清风一样，清风岂不直接卡住了外面。我在那里开门呢，你知道吗？在那里拼命开门，结果哎一下瞬移到外面野地上去了。要刷圈了，圈一刷我们就动吗？还是怎么说？现在看点动呀，看一下，看点，来，可以，怎么了？牛逼！别上房顶，我肯定在房间狗的，要准备守楼是吗？对，准备守楼。我不踩这个黄金，我踩大黄金。哇，你们这个车都，你卷起来了，你们这个车。屁股应该不会来人了吧？感觉。屁股有。
不会还有比我们更吃毒的吧？没有了，这毒很痛的。这毒不敢吃，谁敢吃这个毒啊？谁吃谁？还没秒数。大傻杯呀！是啊，没秒数。我身上电竞，我身上电竞的毒他不让你扛的。我跟你说，电竞毒你要扛的话，你只能扛最后一个圈，只能打一瓶止痛药。你打了一瓶止痛药之后，他就不让你打了，因为你那个秒数他根本就打不起来，最多打一瓶。啊，浮生他们应该是扎点，扎点扎死了。吃信息吧，兄弟们。嗯，根本一个一什么啥玩意看不见。都在那边打架呢，都在左半边，估计都在左半边这边打架。是啊，反正就是北方向转车转进去了。刚刚都是北方向转车转进去，转不进去了，然后就打架了。我们这波这个圈应该没人来了。我们右侧前方有危险。咱们右侧会有人踩的。选枪了，已经。那已经有人了。我不要脸，坑里是绝对有人。大平原，大平原应该。他们被人抽的。就这旁边那个双房是打架概率最高的。就这个呗，绿姐。对啊。对啊，就后面那个打靶楼。他野地上的车都估计是被双房修的。相信咱们后山吧，这个圈刷的实在不好，他就会撞了我们了。前方有危险。这是什么？他如果这个双方在圈，前方有危险，赶紧切了呀。这无聊也有 logo 啊，这斗鱼谁不知道？和他一起打过。小江啊，对，他是小江。东北有人。咱们右手刚刚待的那个点位坑有人去了。嗯嗯。他在修谁啊？也不知道。他随便修啊，能修谁就修谁他。子弹这个电竞模式是全够的，看了一下。双方有人踩了。前方有危险。全杀了。没背景。我也没有背景，哎，可以，这圈可以。小心右手，小心右手撞我们。双方跟弓都不带圈的。嗯。双方踩了一对了，一个蹦蹦，一个进吧。我怎么感觉他要封烟来贴我们呢？他肯定是有这个想法的，他必须要打我们。感觉屁股后山应该不会来人了吧？他肯定挨着最近的打，肯定就挨着我们打。咱们后山小心点，后山应该会有的。但到后山还是有圈的，来了，我这边来了，要动车了，动了一下车，马杀家奔着，小心是个双方抽你吗？厕所，厕所方向，嗯，往右边走了，后山走了，他们选择去后山，吃毒了他们去后山没地方踩呀。他有可能从后山撞过来，或者是去那个双房。他不敢从后山撞的，不敢，他不会撞。信我，他不会撞的。他宁愿去野地上狗分是吧？谢谢陈志杰送的灵动晚会，谢谢。能补吗？人头。来看。哎，我操，人头没了我。后山有人了，对，他后山能蹲。场子哥运气不太好啊。前方有危险，直接给他锁下来。等会儿，我圈起来这块地方，我这个山脚它是有反坡的，有个有弧度的，趴下人就打不着咱们。双房上楼顶也打不着，我他喵的手都在抖，兄弟。
别刀别刀别紧张别紧张，加二，打多了就不紧张了。嗯，我是主要是好久没打什么质量开了。我操！太质量了，职业赛都质量开，而且第一场连胜恐怖的一批。人头没补到啊，可惜了。先上停车了啊！前方有危险。用冒烟的车。等圈就行了，没事没事。没这事儿，支持的支持的。连头，厉害！标记了一处地点。有，嗯，一分。对对对，能抽就抽，咱们能抽就抽，子弹不够跟我要，我240发飞弹。我也有。5、6、7、2，我可以都可以分，抽就完事了。我双方的人疯，我变成小吉利了。我变小吉利。这追杀的话，我们跟如果不带圈，立马要转的。变小吉利。变不了吧？我操！我操！他的变的模式他不让，哎、他不让，不让变，不让变，不让变的，忘记了。厕所带圈吧。前方有危险。厕所带圈的。看现在看左边放不放蒙过啊？到时候左边、左边右边吧，是不是？不，右边不用管，右边是右边，我们要走他也。左边没有人的啊，左边前方有危险，左边人都嗝屁了，左边是没有人的。左边多能，我去看一下能不能踩。你踩，你踩，你踩，我已经打死一个了，上面独狼指使的。我要去给你们探一下点，不行，不然咱们全都踩不了。左边有人踩，来我这边谁踩？算了，走，左边那边全停的车。你俩开下吉普车啊，毒来了。那我们要过去吗？毒刷的比较慢。把车动动，把车动一动。我他妈家里停电了，可毒死了。你先去啊，你先去啊，兔子。你打的我了。我打了右侧的，打了一下。厕所在圈儿。哎，不是，他这一把结束，下一把有多久啊？看下一把。十来分钟吧。那我要去下去交个电费，我操，我他妈停电了，我真。啊。那你去别人，你去别人家蹭个网就行了。停电了，我要下去交电费。这交电费吗？杀毒了，行吗？嗯，看到了。杀毒了，杀毒了。我这边是可以待的。我这边。左边那边停了一排车。前方有危险。那左边有人的啊，那边是有人的，可以去降城这个地方。前方有危险。可以去降城这个地方。可以来我这块地方。咱们前面一点，就20米的距离就有人。前面有个车阵啊，就是、前面有一排车阵，两个对对对。两个以上啊，估计是。刚才我在这儿修脚呢。双防还在圈。等我双防是刷出来的，你放心好了，双防最难受的。嗯、咱们有这小坡就不错了，不要挑。双防就抽。我靠！别抽我车呀！刷了，完了，他们可以很空投。左边炸倒一个，嗯，炸倒，双方都炸倒，左边护挡，不，左边护挡。哎，我好卡，200延迟。我好，不看，看圈，别急，刷过去了，人家贴左侧走了。AK， 嗯，我去看，别。左侧分烟了，有一个。你左侧分烟那边能不能看到吗？能来我这里等呢，我这里可以等。你大车能待住是吗？兔子先去吧。
我圈起来这块点枫叶那里我能看到有人在跳，我只看到一个，他在看看哪边有人，左边有车阵的，小心点，右边也有。双方的人动蹦蹦了，双方的人动蹦蹦了，右边一队，我们得动了，得动了。三刷圈很慢的，这个可以慢慢靠着进。对对，刷圈很慢的。右边来车，我得往前呼烟进的。左侧只有一队，又来了，左侧又来一队，好像左侧295那粉马那里又来了一队。右边马，右边停了啊，这边。前方有危险。停那个草堆了。往前封个烟，开车到烟里。往前封烟了，把车停烟里。没办法了。要给我们甩雷了。扔雷。这一草堆有掩体的。枪标的，枪标的，注意一点。别来我这儿，别来我这儿。没有，没打我。我靠，我被乱轰。这边别乱乱轰。别上来了吗？左边烟里有人在跳。前方有危险。就这块烟里，应该有人在跳。我拔雷，我能上哈，别。我操，这是什么雷？我操，塞我嘴里了。倒了一个，烟里的倒，你打那个倒的，能补吗？看不见。丢投掷物，只能丢投掷物补。哎，我操！你把我连打带补，这都得。草堆后面，在草堆后面，看到没？右边小草堆。牛逼！烧死了！牛逼！死完了。那边有人能够封个烟吗？我要回车。封了一个。OK。我也没有烟了，现在。我后面有人，我后面来人了，75。前方有危险。我不能漏。他在堵里。没事，他往前跑，趴下了。55方向趴下了。我不能管你，你能爬过来吗？爬进去。你爬过来，我给我丢了闪光弹。我回你一个。东西啊，兄弟！完了，不是圈。你只能慢慢爬进去。你站，我不给分了。你现在不，你现在站起来要死，你只能慢慢爬进去。不行，看到了，进不去，不行，已经进不去了，不给分了，不给分。看到你了，不给分，不给分，不能给分。嗯 ，OK OK。我操，吃个脸雷，我真的绝了，我操！吸雷体质，我跟你讲，吸的一波好雷。小鹿呢？小鹿，赶紧去，估计快了。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睛，看不见你的背影。我们也就海岛能打打，其他的我们很垃圾的。加油，兄弟们！刚刚就是烟少，不然我能进圈的，我能嚼嚼右边。我也是烟少，不然我给自己能封自闭烟的，我一共就三个烟，给你封了。不然这波圈我能进的，真的。右边那个给你偷了太伤了，咱俩可以打的其实。我后面那个
妈他在石壁眼里本来，后来他拉到石头把我偷了，我准备往前开车顶到我刚刚炸死的那个小草堆那里。哎，接的太好了，没办法。烟儿够的话，我直落地烟，我直接去了，我就。这把抽的时间也少，不真的紧，没有办法。没有怎么抽到烟。嗯。我也没抽到烟，就两颗烟到有绝圈。我三颗烟。我的也。反正雷用了，这几个雷反正用到点上了。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直接一颗脸雷，哼，顺爆的还是那种。请你远去的背影，是雨伞美丽了成。没事没事，我们第四名加五个人头，留不住身边匆忙的爱情，谁能用爱烘干这颗潮湿的心，给我一生温暖。你那颗雷炸一炸炸几个呀？兔子，我开始不是在烟里炸到一个吗？就点上烟，我说别了烟，炸到一个，然后后面就是那个又炸到两个，一共炸了三个。谁能用爱烘干我这颗潮湿的心，给我一生。那个雷真的太精准了，吃的死死的。进房，我进个房间，饭都没吃呢。
哎，这个饺子兄弟们冷了已经，我都不知道怎么吃了。什么歌啊，换一首。其实第一把的圈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吧，圈运已经很不错了。小路人呢？估计还没充好吧，可能是忘了那个卡号是多少了。最后我们有烟，我们还能干。对啊，但凡再多两个烟，我操！刚刚那个天给的我们已经算还好的了，一直往我们房去歇那会儿。是的。我们这边是夹了两队的，你知道吧？哎，我是吃了个那一队是吧？我吃了个脸雷，我操，瞬爆，我炸懵了，不然我还能活。前锋的位置太尬了，他那个地方被左边直接枪线架死。没有，他打不到我。我也是烟不够，我感觉。给我干那个雷，我操！我本来是想拉到那个位置打前面那个伏地魔的，知道吧？我那个位置可以打的伏地魔，就你们前面的。裂开呀！
没有右边那个石头的那个人就好了，躲着一直趴着。他爬到那个石头后了，他本来在烟里的应该，谁知道他在哪？我包里还有三颗盐，我扔了四颗盐。知道呀，反正我最后也没有烟了。一会儿还要把雨淋，枪法都很硬的这些人，我那个 KK 是原来 GC 的是吧？这个 KK， 对他们三队的 KK 是 GC 的 KK， 三队 KK 不是那个的 KK， 不是十二队的 KK， 十二队是谁呀？十二队是我们自己人 KK。哦，KK 在这儿啊！KK、我说他是哪儿的？那这也是自己人，我操，我们自己人这么多队伍啊！闹腾也是我们队的，天天闹腾，一队、两队、三队、四队、五队、六队，六队是我们自己人。啊，七队啊，文浩那队也是我们队的。哦，余文浩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二十队是谁啊？二十队我一个人不认识。对，淘汰完尊重点。我打我的那个人是谁啊？我要看一下，就那个什么苏哦枪影，我那烟刚上的。刚上的一瞬间，他把我连打带补，就一梭子，就不是就前二十发，补得很快，连打带补。他喵的，三烟补你是真屌。我怎么一颗烟接着续一颗烟的？哎。开了。加油，兄弟们！挺快的，我们几点开的？七点是吧？七点四十是第二把了，挺快的。他一把加油加油，一把就二十多分钟就结束了，很快的这个电竞模式。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看我。对，邓航线怎么说？看那边老兄弟。哎，现在变，我操，服装限制开启，我现在变成这个了。我都看不到小吉利，我小吉利都站起来了。我的小吉利不让我切，你知道吗？他说服装限制。对啊。上哪儿？别管那吉利不衣服了。好像跟上把有什么区别啊？L 城这把估计有人了。有区别，估计有人了。这把会刷个岛圈，预判一下。那这把当然了，打野了，打野了。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我操，别战斗了。别。怎么说呢，跳机场也行。跳机场旁边也行。我们可以拿机场外面或者什么 K 楼，就速战速决卫星楼拿一下就走了。啊，怎么说，不如我们直接落这。四个人不要落一个点吧，我们分开野区打野，自己看放人点，拿车落地拿车。我去标点了，旁边兔子，你那个野区别去了，你那边太危险了。说抓你就抓你。那我这边野区太熊了，那我去这边。那个小鹿那边可以再去，对对对，那个小渔村可以去一个。没人了。N 港好像都没人。机场跳了。实验信息。那个清风，你们看一下机场有没有人？我感觉没来机场的，可以看一下。刚机场有人，有机场有人，机场有人，我看到了。
有，应该有。很慢的。我前面，我前面有个打野的，好像跟着我这一块儿离我挺近的。好卡呀！机场落了一个闪。有一个闪要去这儿。前方有危险。有一个闪要去这儿。左边的也去。我看到了，等会我们可以三抓一，我们可以三抓一。我这边没车，我这边没车。好像，这人好像要拿蹦蹦。我有车，我有车。没车，这边。OK。过过过，门都开不了。瞬移的。等会我前面那个也需要了。前方有危险。哎，我的野区有人了。我的野区有俩人。我靠，你能走吗？我需要武器。地图标野区有俩人，一个人拿车，一个人搜东西了。我这一块搜着不安全，我得走。你有车吗？他有，他开车了。可以抓这个，抓好标点。可以，我们抓一个，我们抓一个，机场就一个。抓好标点能抓吗？有枪就可以抓了，不用管。来，我有枪。走啊，我那个蝎子手枪。我需要武器。在哪个位置？俯身被捕了，我操！标点。地图标能见到吗？红点是吧 ？OK。对，走，我也来。你们三个抓一个也行。等他知道我在这里。看到了，危险！我操！别哥哥，别！打残了，很残，残这人很残的。不让他补你。我打个药。补不到我。牛逼！还有吗？我现在立马快来救我，快！快救！补了没？他们也帮了。没补，他就补。金峰去补，快！我操，这给我干一枪头。准的。直接上车进房去。三级甲给他打烂了，差点给他秒。等一下，我接下，接下我。花钱了没有？钱都走了，你看。钱了，没啥东西。清风去接下降尘，我们去右边野区。前方有危险。他这个野区已经被我们控了。那个恩港那边是没人是吧？也跳了一队，过岛的时候，过这个点的时候，机场上还有55个人呢。那跟你走，怎么说呢？你们要走一波桥圈吗？这个圈好像不太会刷抢劫了吧？也说不定的。是啊，就怕他切过来很那啥，到时候切过来咱们和左边打起来，和左边西海岸的全部人都要打起来呀、啊！他们都要走环境，没人过桥、啊。不、哦，玩的就是西海岸。哦，咱们去把左边那些房区都踩了吧，先把左边房区这个大爷去踩了。都把摸了，我要了没？玩的就是西海岸。我都直接小吉利了，张莹。我扩容多很多。喝点水。你在干啥呢？兔子，这两个野区。我去搜厕所了呀，我把那厕所也摸了。十分钟。扩容啊，多一个扩容，不要。我这里有物资。扩容。哇，烟很多啊，这边野区。带9个烟，烟不够的跟我来拿。别去这个野区有人的。我给你带个蹦蹦。好，我边脸的野区绝对他们搜了已经，那边俩人的。好卡呀！哎，说实话有点穷，有点穷，建房子就收，建房子直接收。我不敢离你们超过200米，说实话。不要离太远，离远了。我这有一堆配件、啊，我这里有物资。没上马肥啊，我上马都落地 AK 大反击的。这里有补偿器，补枪的。我这里有物资。最好有硝烟，拿硝烟。两家全要分烟。就两家二十一。我这里有物资。
补偿有人拿吗？咱们这有船呢、啊。标记了一处地点。看一下，盯一下，我这边有船。有有有，就你标记的就有。我操！投屏断。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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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可以可以可以等圈杀，我去把船挪掉吧，我去把船挪左边一点，我怕船有人在那个山顶，这个山顶前方有危险，带我去吧，前方你带我去，来来来，走，我先去站着，不然我怕等会有人站了。我玩的就是西海岸，你这没什么油啊，请问小心点。OK 啊，来了一点点血，被我们抓的那个人估计气死了，那肯定气死了。那个是谁队伍的？那个是文浩队伍的。斗鱼文浩，他知道我点位，他刚刚落比我晚，我直接看到他闪。他们也没什么收机场，机场就两个人收。机场就一个人收，他那边两个顶尖啊。就一个人收的，哎，有指挥就是不一样啊。那确实，嗯、都不用我想、啊，都不用我动脑筋。应该直接去机场，修东西、打架就完事儿了。没事，咱们也说肥不肥的。我也牛 A 九八 K， 标点这个小野区可以摸一下沉淀。我们好多 UMP 的 UMP， 你去拿。我标点这里有 UMP、UZI。嗯。带一个去，你们两个一起去，两个一起收。小心桥、啊，把车保好。我就在这个山上去拿油麻皮是吗？标点那三房就有，就去拿就好了，没事的。有人我立马就去。哦，玩的就是西海岸。我去海边把厕所摸了，哼。刷过去了，怎么说？开船还是开车？开船吗？还是开车啊？稍微等一下吧，可以看一下桥。不急的，我就怕那队能堵我们桥，你知道吗？那队文浩他们堵我们桥，我们就难进了。先去看看吧，兔子，你带我去看看。哎，子弹你们缺吗？用麻皮。子弹我不缺，他们缺的话你缺背镜，主要缺没有背镜。嗯，我缺瓶饮料，你看我的血。你要拿车吗？你不拿车是吗？我不拿车，你带我去看看，带我去右边那个山顶，右边山顶。我们不去桥边，去桥边要。有车。有车吗？上坡有车。对，右边75方向。哦，看到了，已经过桥了，快过桥了。你往再往过去一点点，我看一下他开不开。哇，好砍好砍，走，他过了，他过桥了，哎。我只看你那去了。那我们能过吗？我们有大车吗？没有，全是蹦蹦。前方有危险。你再开过去一点，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往后倒一点，我看一下，他们直接过桥了。他们四辆车啊，不对啊。嗯，四辆车又不是刚才那一队的人。堵桥了，堵桥了。那就 N 岗的。堵桥了。他们要么堵桥了，要么被堵了，不然不可能停在这儿。他们被堵了，被堵了。我们开船吧，要不？别，看下车。在挪什么意思啊？开船吧，走，别不等了，开船了。走吧，走吧。你们要多吗？要多的话扛一下毒，把车开带过去。我一个药都没有，一个药都没有。我就两个纸，不，两个饮料。我都是笨笨。我状态都不满。我这也是。我把药给你们点，然后等会你们看一下能不能那个啥扛下毒，带一辆奔门过来。我这个船能上面能顶一辆奔门的，应该你得来这顶打着，把车开上来，看能不能开上来。你的屁股对着我，你这样我肯定顶不了。对，他很难抓位置的，他没刹车，
他现在没刹车了，那我只能试一下了，直接冲一下了。对对对，我先往前游啊，速度不够，你得往远点开一下。等会儿，等会儿，别别，你从这边，我往，哎呀，船现在没刹车，为什么呀？他改成没刹车了，我好烦。你快点，你往前。往前，利用那个惯性坡的惯性。哎呀，我操！这干毛啊！哎，直接走吧，算了算了算了吧，不好带的。你可以停，把那辆车停上来，我把你带过去。奶奶的，我就不信把你带不过去。搞得双方错，我操！这他妈 OB 视角要看我们跟他玩似的。停，前方有危险。对对，停上来，走这里。前方有危险。哎呦我操，好像停不上来哈。他那个很尖的，他那蹦蹦很尖的。我操，走走走，可以啊，走走走。哎慢一点，慢一点，哥，别撞。哎，他不让我没方向，等一下。这现在是哪、啊？我头上全都是那个啥，看毒的时间啊，看毒的时间。我操，哥，要被你搞下去了。看毒的时间，兄弟们。走走走，圈很疼的。妈的，差点带过去了。你这甩尾甩的太用力了。我头上全都是被挡着，我看不到哪边。我只能看到全方向，先帆你稍微游一下吧。嗯，我都游过来了。啊，我们的车，我能带两辆车过来的这个船。你们再慢一点，我都快游到了。哎，我傻杯了，我的，他们的小车车。我刚打开手机视频，准备拍一张照片。我服了呀，兄弟们。你们饮料整一瓶啊？我一共就一瓶。你是不是一瓶都没有啊？给你啊。没有。江晨怎么不打药啊？江晨。我要先往前走点，我打个止痛了，我就一瓶止痛。我等会再打，全毒圈来了。哎。小卢是没有药吗？小卢一个都没有吗？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要不然我早打了呀。地上给你一个，快快。女生好像看样子没被搜过。这个门没开，那我们现在最主要是找车。嗯，啊是的是，平原圈了，兄弟们。别人在打架，我们在玩水啊。哎呀，没带车呀，气死我了。被搜过了，车太点带过来了，能带两辆笨笨刚刚，不过那个车整个盖在我脑袋上，我啥也看不见，你知道吗？你找出来，我们指挥一下。右转打满，右转打满。我靠，我都想拿 12K 了。我带的把大 B 死了。小心上面那个坑位可能有人的，我们这样跑挺容易出事的。嗯，看一下。哎，这边有人。前方有危险。左边有人，那个石头。有人吗？石头有人。嗯。啊，是停的吉普车，有人的。往右走啊，往右走，山头上走了。我们得往上摸了。怕有人。我也怕有人。有人，他们。连个背劲都没有。四个白给的，我。左边蹦蹦，左边蹦蹦，过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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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停斜坡了。左手顶上。左上有人。哎，我给抽的分烟，我10颗烟。左边人补我，那边的人补我。被捕了，能往左边撤吗？我这可以上，但是就怕左边打了。左边来了，是拿我的，把左边吃了吧，没办法了。左边我一个人没看到。左边的这个树，飙不了。刚才在这个树。前方有危险。我后面也有山了。你后面。压近点了，火都溜过了。没压，但是压我们高点坡了。
我没烟雾弹了，你们还有吗？没有了，最后一颗。我靠，你视野乱动，你别说。没办法了，我得往前突了。哎，我打个药，直接把左手压了吧。必须压了。没压左手，你有烟吗？没烟。死了，我死定了，兄弟！啊，全是不定了，我打了，能收获了吗？我傻逼的，应该带车的，应该扛多带车。车儿，你开，我操！我现在不敢动。没有少药啊？为什么不打你啊？没看到我？来的为什么？这下被他看到了，我怪我的，怪我。哦豁！那小路七的他还是把打死了，打了九十二了，我操！被看到了，我操，看得一清二楚，这看看解说了吧。五号队这边是选择了在混烟自闭，左右两边都是人。在这个位置可能很难生存，但是还好，因为六号队这边枪械拉得比较散，火力压力不是特别的大。左手边封一个射程烟，先给个雷，预判一手，因为这边伏地那边信息没有拉过来是看不见。丢一个燃烧弹，这个燃烧弹其实烧不太到。先选择自闭，伏地前行。谢谢谢力哥的飘雪大火箭啊！现在我看到我死亡的视角。这边，啊，天空这边发现了，因为阿岩一直在这里早早埋住点位。这个时候只剩下天空一人。你大哥换一下呀！我大哥在这里没办法。队友全部倒下，但是背身已经被四号发现。好，这一下没了，非常的难受，被双边夹住了，两边夹住了，非常的难受的。又看那边死亡回放，我靠！好，我们看一下 YW 这边，好像刚才一伙没有看，二十号没了，这边应该是二十号队伍跟十九号队伍发生了碰撞，然后这边只剩一个人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来关心一下刚才的独狼选手二号队啊，二号队的独狼选手秀呢啊，结果他没了吗？好了，那我们就不看了啊。我们再看一下十二号队伍，十二号队伍也是刚才跟六号队夹攻我们的 H 俱乐部的选手的队伍。那我们的六号队这边也好像刚才也点了一波烟，应该只剩下两个人了。但是六号队现在的位置处于低坡位，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尴尬一点。但我们可以看到六号队这边是分站啊，两个人正面火力，一个人处于在圈边的位置收集信息，但这个圈刷的是非常那个不特别友好。我们看一下三号队，先不看他们啊，三号队现在是选择了一个战神，不是厕所，选择了一个战神必去的地方厕所。因为我冲战神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去厕所啊，因为在厕所非常有安全感，对吧？四面八方都打不进来，非常不错。啊，有点小累，我先提一个，兄弟。好，这边三号队是直接在圈内已经站住了点了，分站也是选择分站，也没有所有人过去，而是留了一个对圈外的信息进行捕捉。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人对他们的厕所进行扎点，这样盲扎的情况下，
甚至在圈外的队友呢也是可以做到一个火力的架构啊，嗯，资源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战术。当然了，我只是说在评论战术，并没有评论选手的打法。按实力来说的话啊，场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我之上啊。对，好，我们看到这边四号队是对着三号队的脸上进行转移，我们看一下下车 KK 扫一波车，这一波车直接打了一个大残，但是差一点点，而且十二号队在转移的时候好像已经碰到了十一号队的脸上，十一号队也是一个厕所单程打靶啊，两个人在厕所啊，其实也比较安全。那十二号队会比较难，因为他们在圈边转移的话，圈内很多队伍会对他们进行一个收割啊，只要路过一个人就会对他们来几枪。我们就看一下路过十七号队独狼，十七号队独狼脸上贴人，他们在圈外，十七号队只有一个小摩托，哎，好像十二号队在圈内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站的点，这是叫队友回去。然后十七号独狼呢，右手边是一支满编队十八号队，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三号队是现在在玩击倒。打到了六号队，六号队只剩严师傅了吗？好，刘师傅还是严师傅还是两个人，他们也是在圈里面选择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厕所，非常好，这个厕所非常不错，给我拿住了，这个厕所非常舒服。来，我们看一下破皮这边也是击倒了一个人啊，因为OB 就我一个人 OB， 我的视角有点拉不过来啊，我拉不过来，我不太确定。就是哪里打起来，哪里没打起来，这边应该是没打起来。我们就看一下一号队，一号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奥特曼选手啊，需要他们是在一个比较山上的一个位置，还是很舒服，但是他们的背后好像来人了。十号队两个人在圈外，就在一号队的脸上。这个时候小老团要动车，这个车一动应该是能被捕捉到信息，往右边转的话可能要出事啊。我看一下信息的位置，还好还好还好，在这上面逛了一圈，但是右侧就是一号队，右侧就是一号队被发现了吗？他的正面还有十九号队，其实他比较难进的啊，几乎是找不到任何一条可疑进圈的路线，他们选择不进了，在圈边再待一会儿啊，在圈边再待一会儿有点难顶。我们看下十九号队，十九号队也是 YW 的过链和爆头，他们在圈边混烟。这个时候在这种圈非常小的圈型混烟生存是非常好，非常靠谱的啊。只要别人在打架，很有可能就是拿一个不错的一个生存分。哎，然后我们这边看到一号队好像是跟九号贴脸，给侧身封烟，往后拉扯。这边可乐扔了一个投掷物，是直接把九号队的涛仔炸倒，而且收掉一个淘汰分，但是并不准备恋战吗？哎，看这个人头要不要补？这个信号圈是刷到要转移，这个点要扎，这个点要扎，往哪里扎？看信息，十九号如果能捕捉到十九号的信息，这边可能会相对危险安全一点。九号队在圈内封烟往圈里走，准备动，三个人直接进圈，分了三辆彩具。哎，我们可以看到，哎，这拿到一个低坡的位置，并没有深扎，但是头上还有人。我们可以看到十号队，十号队要悄悄的进圈，场上的队伍太多啊，击杀信息比较多，我已经看不全了，脸上有人。又这样，又妈批，偷倒一个，还有一个 AK 补枪，大残两个人互换，这一波十号队拿下，十号队拿下，但是他们的脚下还有一号队 YLV， 啊，但是一号队应该是不会对他们主动进攻，应该只会对上方进行一个防范，没有错，因为他们的位置已经在圈了，只要把十号稍微卡一下就好。九号队这边前面好像是跟六号队，哎，不是六号队，反正是打过一次架，然后进了点了。
你再看看六号队，阿岩他们还是在这个厕所非常舒服。啊，场上还剩七支队伍，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满编队伍了，基本都是零零散散的。独狼两人、三人，这哪一支队伍都有刺激的可能。啊，在这种决赛圈，哎，脚下封个自闭烟，脚下封个自闭烟。今天出来，严师傅对这个烽火进行一波抽射，想利用这个载具看能不能收下这个人头。但是这个载具已经被对方直接引爆，啊，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给一个投掷物。这个蓝色弹有没有？这蓝色好像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我们看到下一个阶段期马上要刷了。哎，我们可以看到花臂这边是一雷把四号队炸倒，亚星星之后打开突破口往上顶。那么十号队这边只剩下一个人，花臂这边没有准备往上顶再清人，而是要收集信息准备往圈内进，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他们接下来往前走的这一片都是可以待的啊，而且是属于一个骆驼圈，对他们来讲，他们现在三人存活左右的压力非常小，而且他们现在是属于场上编制比较还算比较完整的一支队伍了，把车稍微挪一下，保一下载具。电竞圈的现在这个信号值已经非常的痛了，打个止痛药。往前推，往前推，但是不能推太深。这个石头不错，我会走。对对对对啊，对对对，这个石头非常不错，但是左右。右边对你进行干扰，左边防区如果要是抽你们的话，你们可能非常难受，有点挤啊，兄弟往左边挪一挪，对，挪一挪，有点挤，给妈妈挪个位置。这没人抽他们，我操！哎，我们可以看到俱乐部，我们严师傅跟别人贴脸了。那这个时候小伟站起来，两个人说 battle 打赢了，只剩一丝血，不着急，没有打药，而是先选择拉人。力挽狂澜。他们早一点来到这个厕所之后，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守了很多队转移和炸他们的人，压力也是非常大，但是他们也是扛住了。我们再看一下十八号队起航，哎，十号队的闹腾单人往防区进，想来拼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哎，这个木厕所能让他拿下吗？好，他进去了，他进去了，闹腾他进到了这个圈最中心的木厕所，他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可以说非常舒服啊，在这里面非常舒服，别人帮他护驾，根本没有人可以靠近他，而且他在这个地方好像还有打靶的角度。但是我们一号队现在，一号队有点难受，十二号队、十八号队好像对他们都在进行一个抽射。我们把视角换成上帝视角，好，非常可惜，我们一号 LV 在这个地方直接被三四队夹的给打了啊。好，我们还是看这个独狼。这个上帝视角现在还有点早了，脚下顺爆手雷，随时准备。我们注意十八号是朝前封烟了，应该是有想冲闹腾的想法。那这个雷扔的有点早，不着急，再等一等，投掷物手雷只剩一个了。十八号得往前顶，好像看上了他这个厕所。要准备对他厕所进行进攻，要动手了，但是不要着急，不要慌，扔手雷，哎哎，手雷夹上了，快跑啊兄弟，哎，他死出去了，快出来躲个手雷，哦，再回去，哎，非常好，没有掉血，这回有惊无险，问题不是很大，啊、嗯，哎，卡着门，哎，打一个，哎，再打一手，哎哎哎，绕到你身后，哇，耶，非常秀了，已经非常秀了啊，很可惜了。但是啊，不对，说很可惜，应该怎么说？我想个词，已经啊尽力了，对，已经尽力了，有点可惜，毕竟别人多啊，问题不是很大。我们再看一下，场上现在还剩三个队伍啊，像这个圈啊，平原圈其实、没有太多的满编队能成功的进来，是你知道吗？因为没有什么掩体。啊，没有什么掩体，所以现在还剩三个队伍，六号队、十八号队、十二号队，
啊，三个队伍，而且每三个队伍都是一个两人编制的情况。现在下一个光柱圈，下一个光柱圈是不会读秒了啊，已经在开始刷了。谁比较靠近圈中心的位置，谁就有优势。我们发现六号队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圈中心，而且我们十二号队在采取一个烟中开车往前进，并且在车上可以收集视野的这样一个战术啊，慢慢的也在往圈里进。十八号队也是在桃烟里面封一个视野。我们再看一下阿岩的正面视角，这波没破，直接慧眼给人家打直接血皮，而且右手边。而且右手边十二号队是直接帮忙帮了一手忙，打掉一个载机灭族雷的一个。好，十二号队往前顶，阿岩这边被控再次放倒一人，不着急，二打一怎么说，顺爆手雷不对，闪光弹，二打一不着急，再闪再闪，阿岩要冲了，提前抢飞哥，恭喜我们 H 俱乐部斗鱼阿岩队获得的第二次，可以可以，他们吃鸡了，冠军，恭喜！好，我先想一下音乐，我先记一下分，先解说工作有点多，我们再次恭喜 H 俱乐部，阿岩获得本局的冠军。好，我们第一把本场明星战场拍下，赛场悍将无聊，可靠伙伴 H 俱乐部小蛋糕之星邓宇岩阿岩。马上开房了，应该看一下。快走开，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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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是雨林啊，刚才我还没下载。下载一下。加油啊，加油啊。
谢谢。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送的办卡，这第二把是雨林啊，雨林。再把雨林啊，兄弟们，跳儿呀！雨林就到一个点呗，到一个点，我们打呗。OK 啊。跟陈鹏映雪慢慢就是，也是慢慢的吧，刷圈比较慢。他这个刷圈比较慢，可以不着急跑圈。哎呀，加油啊，兄弟们！上班没分析好呀，应该去西海岸，直接开展去西海岸拿辆车的，没有考虑到，裂开了。没油啊，有油直接他妈右边绕大圈走了。我不放，到左边哦。主要是我们药也不多，药多的话就唐僧也带个车过来的。我们开船的那边，我们到已经到点了，桥那边，光明顶一队，桥上一队。他们也被堵来了，以后他们就走了。哎呦，解说好搞笑，笑死我了！那解说笑死。我们第五吗？没有，这是上一把的。上一把不是第五啊，是第六。第六。第一把第四名吧。第四名五个人头。多分。第二把没、啊、没有分，就一分。分也是分啊。哎，真没想到，妈的！一上去两队人，填自己。有一个队伍怎么不来了？八队是谁？看八队呢？八队直接不打了，这是那个苏新堂那队，那个某音主播。谁？哎，来了，张颖那一队呢？嗯。啊，苏新堂那队。这一队这几个我都认识。先都打过，除了上瘾，上瘾没打过。三把是雨林啊，我以为雨林最后一把。雨林就雨林针。
没事，反正我老六服已经穿的，我也安排上了，上马换不了，好疼。雨林纯粹靠运气的呀，对，雨林靠运气了，遇到就打、啊。这第一把可惜。第一把确实可惜的呀。刚才那一把那个 KK 那一队，不是 KK 那一队吧？还帮他们输出了一下。如果留个一个人，倒是还好一点，不会被这么架。KK 那队架把我们架了，后来把我们打了。右手啊，右手是他们 KK。我知道，对啊、我说杰赛轩，我说跟阿莹他们了、把那个另外两个毒狼，他们不是一起激活大了吗？留一下还能操作一下，那个人估计没想到阿爷那个妹控直接把他秒了。谢谢两百金，谢谢两百金的雪人大飞机、谢谢。对啊，那个，你看，强人强。他也是的，就是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跳哪跳哪，兄弟们跳哪里跳哪里，直接他妈的塔莫克，塔莫克是哪，就克豪镇啊，那我也不服那边，可以啊，可以可以，不如去这或者也行，塔莫克挺肥的，我可以就去这去的多，可以啊，啊，不是去了这儿的话容易被卡死的呀，这边转点出来都很那个啥的，那就去吧，没有。他们已经要去，塔莫克这边出来都干拉很远，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有高山的地方咱们有走高坡，不要走低坡，上采石场旁边，你肯定不能去左边这个岛呀，这个岛是贼低的危险，怎么说，要么就那个要么就这个，怎么说，嗯，是有点呀，卡邦呗，要不就打卡邦呗，可以啊，卡邦也行啊，也不是不行，对啊，落哪打哪了，就落这儿就打这儿了，落哪打哪，对啊，哪打哪，所以看一下那个拉卡维跟码头就好了，不知道几个队去，我给你看一大棒看啊，没有人去的啊，还有四队人吗，去肯定有人去的，嗯，走吧走吧，有一个，我前面就有一个，两队人往我们的方向飞的， OK，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个人四个人啊，跳这边，四个，往下垂一点，往下垂一点，我下垂，两队下垂了，两队，他们也下垂了，看能不能，两队的话就不打了，去这边，前方有危险，走吧，两队，让他们打，那我走了。前方有危险，两队贴了，让他们打了吗，看我们俩附近、你看你们两个附近啊，有一队啊，我这完了，一边野区也有一队，完四个人杀我一个，我服了，你在哪儿，离我很近的呀，或者我离你很近，你赶紧拿枪瞄我这边，我瞄我这山上，他要出来打我，瞄山，他要出来打我的，前方有危险，对，好，看到了，我们在这苟一会儿吧，怎么说，我肯定苟不了，他要出来抓我的，没看到他抓你啊，
等会就来了。你先可以跑啊，可以跑吗？他不敢抓的，他这边人这么多，他怎么敢抓呢？他肯定要加点。赶紧往他们那边跑吧。哦，我这边跑吧。那我跑了。咱们有点不集中，有点吓人的。抱团走，大不了四个人赢一个房子。这圈给我们这一块的。人太多了，八十个人啊，五十个人还好，八十个人太难了。这把反正剩下两把，我们必须吃把鸡，还要拿把第二，不然的话进不了前三。背心儿，背心儿要吗？全是背心儿。要。你们先往我这边跑吧。咱们得集合了。圈儿，有应该要进了。拿个 S， 就采石场附近野区，我们找个点集合就好了。采石场附近野区是吧？只要平阴下人也行，我还是开始加喷子。我这有枪的，我这有762，背景有了。背景有了，我丢了。我也飞了，我也啥都有了。背景都有了吧？有那个762。再有762，我这里有物资。你们400米呢，快点，要不然我都来。我这里有物资，行了吗？我操，守住，山上山上，三个人，帮忙帮忙。哪里？没有烟雾弹。前方有危险。你们被炸了吗？嗯，三个人，进去点啊！你们来，给你们走了，车走了，人不确定。人应该还在，他让车下去了。人在这，人在这，前方有危险！我穷死了，连药都没。药可以分大包吗？对，我大包啥也没有，反正吃药我都要。队长，绷带都行。我操，清风差一个烟没有，就差一丝血，不然我们就没了。我操，差一丝血，那是被你们搜的是吧？对，被他们搜的。嗯、我们就搜的这两个野区。我操，我要是倒了，绝对压下来了。我不确定这一队是不是砍帮的。不是砍帮的，砍帮的刚打完。对，刚打完。拉克维，咱们也去不了吧？不了了，我们在一个野区吧，不要待俩野区，有点散。没有烟雾弹，我现在不敢出去。我也没有烟雾弹啊。对啊，我一个野待一个野区，不然不好支援，这么远刚拉过去，支援死了都死了。现在不敢过呀。你帮我架一下路路，我要出来。我要不我开车去你们那边也行，你们那边自闭吗？你们俩有车就可以拉我们这边。别急，但我们这边。有点自闭，慢慢等。拉克维怎么能去吗？那个队就是要拉克维出来的。他们啊，好吧。秒清风的那一队就拉克维车出来的。他们拉的左手山，右手山，左手山。刚才拉到这边。前方有危险。哦，拉的挺快的。刚刚在这儿，那应该在采石场这一块了。他们被连打逮捕一个。去打野区了，你能补的吗？你有饮料吗？我连饮料都没有，一个投掷我就一个震爆弹，其他啥也没有。三个雷一个闪。我说实话，我想去你们的野区。什么？我们的野区一会儿转的话也好转，上山走就好了。嗯。等一会儿吧。咱们是不是太溜了呀？
主要人太多了。我操，70个人，啊，60个人。哦，我们六怎么了？我们就算打最后一波决赛圈，只差3-4个人，这个鸡也就很牛逼了。我觉得我们两个得去他们那边防区啊，我们两个得来人来守不住啊，走吧。可以。山上的应该走人了。马上刷了。你们现在过来离我们这儿挺近的。山还在我们这儿，可以。中一点。我们就守这一块防区，把马路对面也放出来吧，要不。我就拆我这个点。二级头也没有一个啊，有饮料吗？给个饮料。我给你分。你那个防区离我们有点多少？有点。我再给你分两个雷。OK OK。看大哥的球吗？他们这边。前锋穿的这么鲜艳亮丽，容易被打完了。等一下就换个吉利服去。不用，换不了，在里面换不了了。嗯，换不了，里面不能不让换。差点就给我秒了，那么一丝血锁住了，我操！你刚才如果被秒，我俩直接无了。对啊，肯定无了呀。那3个人熄火，我操！而且你被秒的时候我都不敢打，3个人头在那呢。之前我们这儿刷也比较好了，60多个人，他们比他们跑圈的好多了。怎么这房子不好阴人啊，小鹿？我这个房子不好阴人，但我可以给你们架。咱俩就不动。可以。咱俩6-4俩，那没问题的吧？6-2俩，咱俩就能掰。如果他们4人走一起，如果没走一起的话，6-6就能打。后山响车，响车。前方有危险。不用管他，我们消失了，我们消失了，就溜起来，懂吗？就溜起来，也不要去看他们。就打溜一点，是吧？没事。他妈的，六人！人家知道这个点有人，谁还过来呀、啊？他过来的话，你才有人头分啊。吃鸡也就10分，吃鸡10分，人头一个人头1分，能六几分是几分，还能比1分强。吃鸡肯定不好吃的呀，我们也没有烟，溜一堆的。溜吧。一个投掷物都没，两个大包，10个绷带。我们就靠这一个。哎，有枪声了，我们205来人了，大概就是这个野区，隔壁野区，他可能在隔壁野区就不敢动了。溜他，不要动。我看砍包那个山呢，马大海围那个山。别露出去，别露窗口上去。别露给他们看。穿了吉利服就得溜起来。我的枪皮肤没换，还是妈彩色的枪皮肤。枪皮肤有什么用？你背包没换吗？我背包也没换。这圈一刷很小了，感觉我们应该还能吃个圈。挺中心的我们这。那牛逼！我觉得这圈还能吃一个圈。同心圈，那应该是竞技模式基本上都算同心圆啊。小鹿，你那个标取一下，我这个标有一对的。谢谢你哥的5个许愿流星，谢谢你哥。外面推进来的人会打起来，这种地方会打起来，应该很少人能进我们中一点。车爆了。对他们后山的一会儿可能会。后山被偷了一个，后山被偷了一个，打一个，他们打起来了，对，拉哈维都打起来了，他们打，让他们打，死了，都补掉，
摄像头卡了。嗯，怎么还是卡的？哦，搞错了。小心点啊！这么缺有条死，这个圈六十，我得重新拔一下。关个十二级。你们有多的 MCP 吗？多呀，这些人是真的多呀！我靠，管他呢，这样趴着不好操作的，这真的。当老六吧，受不了了。